你干嘛这样啊？对不起，阿晨，我们不是说清楚了吗？我借住在这里，你睡你的床，我睡地上。等我找到工作，我就会离开的。干嘛离开？我从以前都觉得你爸妈只疼大哥跟子怡，根本就不关心你。现在还把你赶出来，你在这边，我可以照顾你、关心你，还可以陪你打电动，多好。我爸虽然把我赶出来，但我不相信他是不关心我、不疼我，是我太让他失望了。你少嘴硬了啦，你自己明明就也觉得你爸妈很偏心，站在方红姐那不站你这，而且还动手打你，干嘛回去？你不懂，是我做错事，对不起方荣，我居然被打是应该的。不跟你说，我肚子好饿哦。你自己去吃吧，我还是要忙。子文哥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传一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美味满格哦。